在这江湖之上，有哪个门派敢说自己是干干净净？苏璇盟约10年不知所踪，这盘棋注定是盘4期了。想要活棋，唯有找到苏璇被囚的位置，营救苏璇。 一起去。苏璇前辈10年前中了剧毒，我要救师父，我要为他洗清罪名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他果真动机要动手了。你是傻吗？恩怨因果，找到苏璇，我要亲手了结的。你让我来继续计划。 计划的后半章究竟是什么？入杀局，破釜沉舟。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去赌！我求你了，放弃自己！对不起，为了恩怨无命，不惜牺牲所爱，这个江湖当真可笑吗？一念魔道，万劫不复。 武林纷争，不就是为了夺一个天下第一的江湖称号？浮华历史，一瞬之间。江湖恢恢。生，我所欲也；义，我所欲也。因为你们站得更高，所以看得更远，也只会比众生更苦。若是大厦将倾，天地将覆，我还是做情辞。真要的是你。 助朕成事，我一宁侯耀的江山，朕一次都不会给你。让我帮你吧。为什么？只有救了左青子，所以我活着才有意义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 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从来都是你的。